位观众，各位车友，大家好！全新 Xpola Nova S 智慧训练台在全球上市。现在我们在单车圣地五岭，海拔3275，全台公路最高点，进行全球首例 Xpola 产品开箱。让我们欢迎 Xpola Nova S 产品经理刘一栋刘经理。嗨，大家今天过好吗？我是栋哥，很高兴来这里做 Nova S 的开箱。哎，栋哥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最新智慧训练台 Nova S 啊。董哥，不要闹了，所有的车友都在期待。好，我不闹了，我们马上来开箱吧。一台就是 Xpola Nova S， 我们在这边看到有 Powerbike S 的字样以及 Rift 的标章。请问一下刘经理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那这个 Drift Compatible Logo 呢，代表 Nova S 已经经过 Drift 的官方最严格的测试，符合它是完全认证标准。那其实目前市面上有 Drift 认证标章的这种，其实非常稀有的。罗炸 S 真是好棒棒，那赶紧来开箱吧。观众大家好，来，我们看到了哇 ，Nova S 的外观是相当的漂亮。另外，听说 Nova S 有三大功能，来，我们请刘经理帮我们介绍一下。Nova S 有几个主要功能，首先呢 ，Nova S 它自己拥有2500瓦组装，所以让它可以模拟到18%的爬坡，那它也可以模拟目前公路上的各种路况。所以说，各位车友在东进五岭的话，大部分的坡度都在15%以下。你可以在挑战台湾 KOM 的时候抱一台在家居家训练。另外，从它的结构上来看呢 ，Nova S 它的飞轮与市售一般的智慧训练台不同，在于它的训练台的飞轮非常的大，我们的重量高达5.9公斤，而且横径21.5公分，是，让 Nova S 它可以模拟路感非常的优异。那除此之外，我们可以从 Nova S 的前肢的调整来看呢，它可以对应目前公路车650C 跟700C 的规格。除此之外，它也可以对应登山车的20吨跟26吨，所以它的对应的车种是非常的丰富的。这么说来，这是一台人屈人伸的智慧训练台，相当的厉害。没错。那另外呢，它的数据表现也是非常的优异哦。我们从数据表现上来看呢，它的功率输出是非常稳定，而且它的功率精准度是正负2.5%，所以它会与市售上的功率差异非常的细微。那它的竞速性如何呢？Nova S 的竞速性非常的好哦。我们在高功率的运作之下呢，它的地平是非常的小，那甚至于说我们有试着在30公里的运作下呢，它的分贝只能高到58分。适合在室内做使用。这么多好的功能的话，真的有像栋哥你所说的那么好吗？是的 ，Nova S 这次我们在拍摄这个素材的时候呢，我们邀请了这个3届 KOM 的冠军得主来做我们的素材拍摄的角色哈。那他自己的实测使用也是非常的满意。除此之外，我们的产品开发当中呢，邀请的专业的单车 YouTuber 来当做我们的开发顾问，所以他这个 Nova S 的整个品质是很受大家的肯定的。真是太棒了！龙来实在是居家训练、提升瓦数必备器材。各位朋友，行动不如马上行动，试驾 Xpola 全省经销车店。Xpola。海拔3257，
玩笑了，快把东西拿出来。